各位乡亲父老，我看要在你们广东找出一条英雄好汉，恐怕很难哦。你放屁！胆战何人？我你都不认识啊？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，无敌神拳，方世玉是也。刘婉，李汉奎。是你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女儿。营业营业，要把我定关。我打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让你尝尝我们广东的人头庄。你下面没有六根柱子顶着，你撑得住？打，打赢就当我女婿啊！好了，别摆了，手都软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Thank you.
让你们失望过了。世玉，你怎么可以让我们失望呢？你们不失望，我失望。你怎么会输了呢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不可能的嘛！哎，各位乡亲，对不起啊，我输了。等我的，有商量，有商量了。我今年看后了。我是那杰出青年玉雪灵台，给钱给钱。哎呀，又输了。广东怎么会有一个十大杰出青年？我看你们呢，在这站不住脚了。小兔子。各位英雄，还有哪位要上台请教的？如果没有，那就明天请早。等等，马上要我去。敢问美女如何称呼？哎呦，我就是你的岳母。连岳母一块娶了。哎呦！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有没有意义？啊！别再退了，再退就摔下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咱这打大谈呐！我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方挺着哥哥。这是要来唬人的，光顾到底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你待会问夫人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不过是拿个绣球嘛，何必劳师动众？夫人的腿功不错，彼此彼此。夫人，你摸我的脚干什么？你的手好滑呀！谢谢你，夫人，你好重啊！别看着我，我拉你怎么不上来啊？上来！